房间还可以。你们这儿就没有再大点的房间了？这儿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房间了。再说了，您就两位，这和几位没有关系。给我来一份最贵的套餐，记住了，除了上酒以外呢，不要打扰。亲爱的，真不好意思，下回呢一定带你去个好点的地方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已经很好了。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还没想清楚。现在合同还没签，我随时可以找另一家公司来接手这个项目。这一切可都取决于你的态度。论相貌才情，我哪一点不比他强太多？再说了，这也是个很现实的世界。我现在做不到，这对他不公平啊！你脱我衣服的时候，就对他公平吗？该做的你也都做了呀，我要一个答案，就现在。嗯什么？我会告诉他。告诉他什么呢？我会告诉他分手事情。打给他，就现在。抱抱我，你是
说你爱我。睡觉吧。你知道今天这事赖谁吗？都赖那个禽兽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就不会去那家 KTV。如果不是去了那家 KTV， 我就不会撞见齐军的破事儿。老白，你这逻辑有点不对吧？喂，都是你这个混蛋毁了我的一切啊！你们男人都一样，没一个好东西，穿的人模狗样，跟个人似的，背地里干了多少见不人的勾当，人渣！你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干嘛张口就骂人呐？我看你是有神经病！你说谁神经病？你再说一次试试！你是听不懂普通话，还是耳朵聋了？我说你有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有本事你把你家地址说出来，我提着刀站在你家门口的时候，你可别怂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连谈个恋爱都坚持不了，还能干什么？喂，说话呀！妈的，挂了。说了多少次，垃圾要放到垃圾桶里面。知道了。哎，可妍姐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啊？没有啊，每天晚上的24点到凌晨5点都是我的深度睡眠时间，这期间我不会听到任何的声音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啊！这是在哪儿啊？你醒了？我怎么回来了？完了完了！我昨晚上一天没回去，齐军肯定担心死我了。老白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。嗯。拜拜。
姐，你早就应该像原来一样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。哎，闭嘴！这里没人想听你说话。这是下个月的房租。什么都听你的，真的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撒手！我不撒，你别走，别走，行不行？以后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王八蛋！王八蛋！